干什么呢你这是、哎、你在这叫我什么、哎、你叫我你吵把我干什么你怎么啊要不我干什么去了没给你交钓费你钓钓费是你钓钓费你钓鱼你啊干什么你喊人家怎么办人家出来钓鱼开心你搁这钓钓钓人家来看钓鱼都要走叫什么钓鱼鱼没了鱼怪我什么事鱼怪我把我鱼都整没了那怪我是你啊不行你别别别别别啊你让人家你消消气你听我说行不行你也别说话是这样哥他是新手第一次钓鱼就是你是谁他能这么叫对不对你这鱼大你知道吗他拉不动我鱼是的激动鱼大你也不能这么喊呢但是你这样你现在把杆子夺下来你说鱼跑了鱼跑了怪我什么事你他这样就不能钓赶快走你钓我钓行不行不让他钓了我来钓你别撵我们走啊对不对钱也交给你了看你说我给你交钓你这不在他的地上你别吵了好消气消气消气我来钓好吧就让我钓就行了看你说话还差不多这意思你钓行啊兄弟我跟你说你得管住他你别让他啊再喊了你让说我做生意你考虑一下我好不好我在教他钓鱼所以说有点激动我这个就他这样的得跟我脾气好不让他说话不让他说话你这脾气不好就给你踢水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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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好好钓我不好好好管住他嘴好好好让我喊不跟他计较就这种老板咱盘着就得了我来钓好吧交着钓费还受着气重新打窝开干梁样不跟他们计较因为啥呢其实钓鱼人呢都喜欢在河边静静这个也不怪老板说但是毕竟你是新手也不能怪你咱们出来钓鱼不都是修身养性吗其实你来钓呢一天钓个一两条我来钓的情况下就不给他留面子了盘他小点人小点人咱今天温柔点啊。哦好好好。要小富先下户。哎今天咱们还是用二大物的杆子哈然后我准备用挂两个蜗牛蜗牛打窝蜗牛钓。我直接打的大飞签。走你。来了、哎、哇接口。哇塞我就说是个接口嘛漂亮。哇小点声不容易啊哇这个大鱼快准备架抄网啊我去准备抄网应该是条青鱼看来我们发窝了现在已经有效了这个时候不着急赶紧补窝既然有接口了就知道这个鱼怎么钓了应该不大这条哎哎说你不大你有脾气是不是来直接飞它就完事了啊吐泡泡了、顶起来哦哇哦出来了啊这鱼可以吧挺大的挺大的不小啊咦起来、哦、漂亮、哦、不急不急别伤到手啊嗯别伤到手慢点哎倒不大大、啊、不大不大这种小鱼以后咱就飞它哎啊哪有这么抄鱼的啊抄尾巴真漂亮啊这个鱼真好看正口这接口打的只要打到就跑不掉真漂亮、啊、第一条走你、啊、有口了有口了咱今天咱就静悄悄的把老板给盘了行上鱼的时候你要轻一点啊好好啊控制啊好好好控制控制了在嘴里呢小鸭哇哇塞我说的我不下哇哇哇使劲哦起来我说使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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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点声小点声哦好小点声使劲应该不大我刚刚扔进去你看到了吗然后那个飘不动了哎我还奇了怪呢啊第二条了鱼捞呀稳住稳住稳住这个时候不要慌这条鱼不大我给它飞起来老铁能不能给咱点个赞必须能能吧能我飞它起来顶出水了出水了出水了我就说嘛我必须给它顶起来这个鱼挺大的大吗大哦好哇顶没了太暴力了线切掉了顶没了刚才一说老铁给点赞干兴奋了一下子所以有点暴力那个鱼我都看见了挺大的大吗嗯没事不着急咱要的就是这个过程嘛至于它上不上来并不重要这回结实一点啊今天咱的线组子线用的是四号线加油吧加油哎来哇去哇应该又是条小鲤鱼哇这什么情况呢啊顶头回来
条小鱼吗？这是一条鲤鱼。怎么又是鲤鱼正口？你看这鱼的肚子。行，大小是块肉吧？对呀、啊。哇塞，这肚子，你可吃饱了啊！我这一天净喂鲤鱼了，刮上风了，抓紧点时间，看能不能再来一条。哦，打晕了！哇塞，这个接口！哇塞，哇塞，哇哇，起来了！哈哈哈哈！哇，上一秒中了一条鲤鱼，这一秒就接口！哇塞！哇，可以吧？可以可以，太可以了！我准备上鱼了。我还想，我说，赶紧碰一条，我再碰一条，天都要黑了，咱就不给他机会了。我先让他露个头，他喘口气儿，咱就抄他。嗯，我哇，看能不能顶起来。都泡泡了。哎呀，别发力！加油加油，顶他顶他！哇，差不多了，看我能不能飞起来了。出水了、啊、出水了，出水了吗？哇塞，漂亮！我们要这么小，咱就直接，只要他出口水，咱就抄他。漂亮，哦了，哦，哦，我都忘了这第几条了。第四条了。第四条了吗？我看看。哇，这条鱼也很好看。正口啊！今天的鱼都是接口，刚扔进去，就看到它吃了。好，入户。大小是块肉啊，100块一条。啊！完了，完了！刚说100块一条，你行不行啊？少了100块，我太难了。来了！我去！哇塞，这么大的风！哦，威海的天到底是怎么了？中午过夏天，下午过冬天，哇！这个大，哦，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别跑，完蛋了，完蛋了，完蛋，完蛋，完蛋，你回来，我顶啊顶他，哇，哇塞，顶起来了，顶，哇，啊，哇。我去，顶他顶他，加油加油！哎呀，回来回来，别闹，别别别别别，大哥你别、哦、顶啊，顶不动的，哇，这么大吗？这个鱼，哇，这条好大，这真的大风大浪啊！大风大浪，出大鱼，没白等啊！嗯，这么大的风，这么钓鱼真的爽。看到刚才我的干法没？看见了，实在是没招了，因为拔河了。这回顶住，钓鱼还能这么钓？我以为会跑呢，这条鱼，真没想到这条鱼能拽回来。哦了，跑不掉了，太不容易了。别着急，现在超不了。我准备好，还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发力。这么大的风，终于等到这一口啊！没有力了，哎呀，歇会儿，哎呀，卡住，刚刚这一下真的是，差点我被他拽下去。你行不行？怎么还坐下了？太累了，啊，我快要不行了。男人不能说不行。起来，哇，还没看到鱼多大，没看见，还没出水，出水，加油，出个水看看来。哇，哇塞，哇，倒拉车，光着尾巴。倒拉车、哦、怪不得，但是这条鱼不小，倒拉车竟然这条鱼没跑，这回得慢点了、哦、好的，我是抄子线还是抄尾巴呀？看看能不能抄到头。哇塞，快来快来，七来能行吗？小心抄头。 哇塞，上来了，我真棒啊、哎、我你真棒啊！你看这个鱼是挂到尾巴上了，没有跑掉，挂在尾巴上。鱼倒是不大，但是让我经历了好像钓100斤巨物一样的感觉。快放护里。哇，这么冷的天真的是没有白等。进去吧，看看这天气，看看这么大的风，再坚守一会儿。今天咱的任务就是盘老板，所以呢能守一分钟是一分钟，只要天没黑咱就继续干。加油加油。
来了，接口。哇塞，哇，不容易。大风大浪出大鱼，风浪越大鱼越贵。起来，顶动它。哇，不容易。这个行，这条行，这条肯定行。瞬间我就不冷了。啊，这个天冻得嘶嘶哈哈的，跑不掉了。这么大的风浪，它在水面上接口，直接飞起来了，看看能不能。还没有出水，我顶起来啊，看能不能顶出来。机遇，哇哇，不行，哦，好大个呀！哇哇哇哇！如果都是这么大的鱼，再大的风我也能挺住。杨洋，看好时机啊，直接咱就抄了。吁，啊，吁，啊，还没出水就抄，啊，抄上来了，漂亮！哎哎呀，太不容易了啊！你看这皮毛，哇，这个可以哦，可以可以，这么大一条，来，直接放护里，好，趁着现在有口，进去吧，哇，第几条了？五条，五条，五条，五条吧，还有两条鲤鱼，嗯，对，今天上岸应该是没问题了。喂，小哥，到时间了，还钓不钓啊？不钓了，不钓了，不钓了。我天，这大风还钓啥呀？这是没少钓啊，你这是看看钓的不多，钓了四条青鱼，两条鲤鱼，跑了好几条了还，还跑了那么对你这回鱼怎么回来了吧？我这回鱼青鱼100一条，你这鲤鱼就不能算了。行，那你这钓费200，反正四条青鱼，我再回你200块钱。你扫就不用扫了，大哥，啊，今天确实耽误你生意了，因为我看到那个时候确实有钓友走了。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原因，所以说这个就不让你回了。也都理解了，人家也说了，新手嘛，小姑娘家家的，第一次钓这么大鱼，激动是正常的事。主要是你这的鱼太大了，然后下次不打不相识。对，下次妹妹再来的时候，你给妹妹优惠，然后多包容包容哈。行，下回来你们来玩，必须给妹妹优惠。行，那你这样你就把鱼倒了就行了，行，我就不等了。那我收拾收拾，我们就走了。好了啊，下回再来啊，妹妹。好了，好嘞，点关注再走。